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米相机呢，又加了一个小小的功能，叫智能美颜。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谈智能美颜呢？因为我们的相机可以自动的识别性别和年龄，然后根据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呢，匹配不同的美颜方案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让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一般的美颜相机呢，它会把男生除了磨皮之外，修尖下巴、大眼睛，他们每个修出来以后都像外星人。其实对男生就不要美颜过了，对吗？哎，你看看我们智能美颜是怎么做的。其实这个帅哥只要磨磨皮就好了，不用搞大眼镜了，对吗？这个当然漂亮的女生怎么美颜都漂亮啊。我们还有一个很酷的技术，一男一女在一个照片上可以用不同的美颜方案，所以呢这个功能是超赞的功能。这一次呢，小米三呢在音乐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我们用了出色的音频解码芯片，是那个 Cirrus Logic 的芯片，这个和 iPhone 采用了完全一样的硬件技术。这个我们的外放的音腔呢，体积放大了 50%， 拥有更好的低频效果。最重要的，我们还做了米音 2.0。 第一项技术呢是 Direct HD Sound 的高保真技术。这个高保真技术是什么呢？它是减去了系统对声音的染色处理，真实再现纯正的音乐。第二个技术呢是最新的 SFX 的技术，它为声音信号呢叠加了实测的声场效果，使耳机的听感呢如同影院的现场效果一般。工程师跟我讲，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技术。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改善呢，小米手机三的音乐的性能会大幅度的提升。还有更多更多的点，更多的细节体验呢不同凡响。我们再跟大家讲几个，刚才我们讲了声音，讲了这个照片，我们再谈一下触感。这一代的小米三支持无极震动，它根据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声音，能够生成生动活泼的触感反馈效果。比如说战争的时候，它能模仿爆炸的触感震动，这个下雨的时候能模仿下雨的效果，而且在每一个交互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。这样你用小米三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有声音、有图片、有触感。这个待会呢我们外面有展示间，大家去体验一下 Emotion 无极震动的魅力。小米三呢支持了 5G WiFi， 这个它的两个频段都可以同时使用。小米三呢标配了 NFC， 可以刷公交、刷地铁、刷门卡。我们在 GPS 里面支持瞬间收心，它保存了7天的卫星的轨迹，使再次使用的时候瞬间收心。反正我试了一下，几秒钟就收到超过10颗星以上，这样你用 GPS 导航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当你过隧道的时候，没有 GPS 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通过陀螺仪的辅助定位，这样你在隧道里面呢，哎，也能够找到位置。整个小米手机还有特别多的功能，我就不一一展开了。我知道大家最关心外观和工艺，这一代产品呢
我们在工艺上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，整个细节极为精致。这是它的底部，两边有两个圆弧，是为了方便握感。整个手机很薄，每个细节都很精致。然后这些小孔全部是用数码机床 CNC 精加工的。然后整个1300万像素的相机是一个很大的相机啊，我们完全把它做平了，所以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特别的平整。它支持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这个待会呢我们外面有演示间，大家再感受一下我们在工艺上的大幅度的提升。这个145克重，仅仅8.1毫米厚，在8.1毫米的厚度下放了3050毫安时的电池，只有5寸屏呢，这个体积非常小，还把1300万像素的这么大个的相机放进去整屏了，还提供了高质量的音乐效果和天线的效果。我拿一部真机大家看一看，不过也是工程机啊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第一个呢，这两边的圆弧是为了握感的，然后整个手机的设计呢，非常的简洁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装饰的元素。然后呢，整个后背呢非常的平整，然后侧边呢也非常的简洁。这个下面所有的孔都是精加工的 CNC 洗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款手机大家拿到的时候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致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还专门定制了皮套。我们这一款的皮套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可以当支架使用的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小米手机的工艺的视频，跟大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小米手机的工艺。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，小米三用了史上最强的两个平台，Tegra 4 Snapdragon 800，
然后用了两 GB 的内存 LPDDR3 五寸的 1080P 超敏感的触摸屏，还用了3050毫安时的超大的电池，1300万像素的相机，理应2.0。所以这一款小米三呢，非常非常的精致。大家为我们周光平博士率领的这个硬件团队呢鼓次长表示感谢。这个性能如此彪悍的手机，这个定价多少钱呢？我相信全地球人都知道，1999。我还要讲一点大家不知道的，64GB 的版本2499，所以小米。